怎么样？有压力吗？他才不会有压力。我有一件事我要先做一下，可以吗？我想抱一下吴尊。啊？你要先抱吴尊啊？Kobe, Robert, Chief Robert, you know what's going on here? Okay. They just had to have a hug. 看得出来他们真的蛮久没见面的了，真的有一段时间没见面。好，如果你既然都已经问这个问到了这个我们这个炎亚纶，我就要问一下吴尊了，好不好？吴尊，今天来到这边，你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跟大家讲一下。最什么？主要的目的。最主要的目的哦，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刚才那个抱抱，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啊，一起打球，我觉得啊是一件蛮开心的事，对啊，然后还做慈善，非常有意义。对对对，而且其实，在去年的时候，除了我们吴尊。